尽头去盖佛真凶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家歌，好听吗？好听哈，我再来一首吧。好，这首调调就比较好听点哈。我答应的这个手续我会处理。张明白，先来先来。刚刚我的邮箱也多了你份子的说。这猪蹄大师妈妈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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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喜欢上学了，喜欢，喜欢。我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我喜欢。老实说话。我喜欢。两蛋。对，包菜要不要？买，没有什么好吃啊。那以后就不读书，你就学厨师了。对，煮自己好吃的啊。天天给我煮自己煮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对啊。那来想想干嘛？手机另外，我去开呀。好，有就好。哎，你们不记得？给技师啊，给技师。今天好热哦，好热哦哈！这个没有这个下雨了，刚刚才。我一定好呀。太平常事哦。我一定好呀。这季节阿天在放，干嘛呢？因为没些温度，也潮湿呀，偏偏怎么偏的？但是个皮多，吃米佢十米啊，佢照騎呵，照騎啱佢做彈咪啊，我嗰只就響背雞骨喺我。我嗰個尾騎，見我誒殺死係嘛？個尾騎。騎比比重啊。誒，呢個十米都好啲，咩咩講落去，響腳，睇住個雙果咁樣嚟啊！呢只係佢死嘅，喺上邊出嚟。今天五月节咳嗽音在你手上哦，出生在这边，根据在这里，
到哪里做干做工作都必须要作业规定啊。那现在也很好，那现在也很好。那一年上红房上真不错，路路嘛，水压机啊被改款。干过哎，冇过哎，冇过呀。最初那是蛮难过。其实我国家，其实最最个国家，伊个国家，伊就个出境爱飞机，伊个国家，必须要证啊！必须要要要出证啊！要唔出要证啊！哎，亲爱的。哎，老婆好，老婆好。那就通过疫情那个 app。这么远弄不到，这么远，你觉得蚊子喷得到吗？我最多只能喷到那边，你觉得我能喷得到那边？我干了什么？哎呀，你都没心思干。萌还破还破搞笑，搞笑。哪个敢？你讲讲来来。人不舒服啊，后来就带回来去休息。你带油卡吗？妈，那没带油卡。那怎么没带油卡？那带团多少个人？你呀、啊？嗯。差不多10个左右吧。这么点？那么多还是那么多？你这头上是的，你头上可以有，那头可以些。高山大谷三边有哎，哈嘎山谷永是风。天子飘扬过灰盖出外送啊，不重生体盖得望空，人间口气盖佛真凶啊。